子云。真好看呢、啊！一个都不能少，全部打下！即是当今的皇上，皇上，您为什么不瞒下去呢？朕喜欢你。皇上，其实宫里也有许多美色，可不知为什么，朕单单喜欢你。去拿酒去吧。终于找到你了。什么事？她是朱三太子的妹妹，她是来害皇上的。胡说八道。紫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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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紫云。黄静呢？溜了。奴才已经发出缉捕令，拿住他以后，就地给我碎尸万段。这，小毛子，你这回啊又立了一功啊！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皇上，那个杨启龙就是朱三太子朱慈炯。奴才听出他的声音了，他还封自个儿是广德皇帝。他们的巢穴在什么地方？奴才当时被罩着头罩。看不清楚，不过肯定是在皇城附近。还有那吴三桂今日举兵反清了。不可能，这是妖言惑众，以壮声势。这小毛子，杨启龙
不是一直想要朕的命吗？你去给他报个信儿，就说朕真的已经死了。宫中大乱，大臣们为了不波及天下而密不发丧，他若知道朕死了，势必趁机造反，朕好将其一网打尽。奴才领旨。皇上，那个韦太子一直就疑心奴才，奴才死去可能就回不来了，再也见不着皇上了。皇上你老人家要保重龙体呀。等等。这块玉玺是朕贴身之宝，你把它带上，告诉他们这个就是从朕的龙体上偷来的。哎，你非但不死，而且还会领赏。去吧。奴才叩谢隆恩。奴才去了。哎呀，快皇上，哈士塔从云南归来，正在宫外候旨，快叫他传哈士塔。哎呀，皇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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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二月初二吴三桂起兵造反了。为何不早报？廷弼和奏折早就被吴三桂控制住了，云贵两省水泄不通的。朱国志呢？奴才尚未出省，就听得诸葛志杀妻灭子，坐着八抬大轿前去怒斥吴三桂。他被吴三桂斩首祭旗了。吴三桂骗了朕，利用了朕，他把朕当成傻瓜了。到了最后一刻还在向朕要稻种要耕牛，古往今来哪个皇帝受过如此奇耻大辱？皇上息怒，臣有话上奏。上奏上奏上奏，现在上奏有个屁用。臣还是要说，第一，臣建议速速缉拿吴三桂之子吴应熊，以免他逃出京城。第二，传旨尚可喜、耿精忠暂停撤藩，并与郝元抚慰，稳定广东、福建两地，不使之复逆。第三，驻兵甘陕的王辅臣是吴三桂旧部，统兵八万，十分危险。臣建议升他为平南大将军，并授予重权，让他出兵讨逆。即使他不接受，但只要他按兵不动，左右为难，对朝廷也是十分有利。臣附议。臣也附议。第四，吴三桂动手了，那么朱三太子也肯定要动手，说不定早已祸乱深宫。臣建议从现在起，皇宫内外立刻进入战时机制，无论是太皇太后还是后妃、格格、贝勒及所有内务大臣，都配属卫士，并配护身软甲以防不测。尤其是皇上更要有铜墙铁壁般的保卫。凭什么？你们还有什么要上奏的吗？刚才周培公所奏，朕全部照准。你们分工速办吧。朕要独自待一会儿，你们跪安吧。这快点，快！你们就留去那边。没有。
陕西提督王辅臣，久立荣行，忠君报国，朕苏玉为国之栋梁，今加恩授予二等旌旗尼哈番，平西大将军，加封其子王吉珍为大理少卿，着王辅臣及统兵平叛攻城之日从优异序，另行封赏，钦此。臣领旨，叩谢皇恩。来呀、啊，哥，走，放开我！大人，此人是吴三桂的亲信幕僚汪始荣。吴三桂密派他前来，令我起兵反清，许我事成之后共分天下。请钦差大人将此人带往京城，并禀告圣上。吴三桂虽然待我二十余年，情同父子，但他反了，便是臣之死敌。圣上乃辅臣天父，臣王辅臣将永远恪守臣节，矢志不移。好，押下去。王辅臣，老四，这个背如秋容的东西，走！你死无葬身之地，你不能好死。军门，末将所属万余官兵都军备齐全，粮草充足，只等军门一声令下，便可直取云贵。我的命令是，你给我老老实实的高居城楼看山景。陕西乃边陲重镇，我们八万雄兵，南可取云贵，东可击京城。要等到吴三桂与康熙打得两败俱伤的时候，才轮到我们动手。是。传我的将令，妄动一兵一卒者，斩。遵命。皇上，该吃药了。烧得厉害了，我再招太医来。不必了。周培公，周培公来了没有？在外面候着呢。赶快让他进来。哎，周大人，皇上吉祥。培公啊，坐。坐炕上，臣坐吧，坐，还是站着回话吧。坐。谢皇上。裴公啊，朕知道最近拜访不断，你们都瞒着朕，只见吉祥的说。现在满朝的文武大臣就属你周裴公敢直言，所以朕要你把所有的坏消息都告诉朕，一个字也不准隐瞒。皇上保重啊。朕没事，你说。皇上，吴三桂叛军已势如破竹，攻入湖北、四川、湖南等省，南方万里江山尽失，几乎成划江而治之势。福建的耿精忠联合台湾郑氏后人也起兵复国，赣陕的王辅臣拥兵自重，被朝廷的评判严旨置若罔闻。臣估计他是想静观时局之变，如果吴三桂取胜，他会挥师向东攻打京城逼宫；如果朝廷评判成功，他也可能是出兵南下剿贼平叛。而各地的官军作战多为不利，一败再败啊。皇上，皇上，接着说。是，战局大概如此。虽然对朝廷不利，但是三分天下，朝廷仍有其二。皇上，大可不必焦虑呀。那大臣们呢？微臣不知如何说才能妥当。你直截了当的说，无论你说的妥当不妥当，朕都赦你无罪。当初撤藩时，是皇上力排众议，
一以定乾坤。其实，多数大臣并不赞同，只是惧于皇威，才不敢多言。而今三藩皆反，半壁沦丧，大臣们有些窃窃私语，还有些抱怨什么？啊，这不怪他们，是朕没有听老祖宗的话。再等上三五年，吴三桂再老一些，朝中文武大臣的思想再统一一些，朝廷的准备再充足一些，再撤藩，是朕操之过急啊。因此，大臣中便有了主战和主和之分，彼此争吵不休，不能相容，甚至互不信任。朕最担心的就是内部生乱，现在看来是果不其然呢。皇上，索额图索大人求见。他来干什么？索大人说他有评判之策，请皇上圣断。评判之策，让他进来。是。皇上，臣告辞。啊，你等一等，你先听听索额图是怎么说的。你先到内房去，一会儿朕再找你说话。这。臣请皇上圣安。平身吧。这。啊，皇上可觉得好一点了？才服了药，舒坦多了。哦，索额图啊，你有何评判之策呀？皇上，大清已到了万劫时刻，必须当机立断，痛下决心了。朕听着呢。三藩之中，吴三桂是首患，尚之信、耿精忠只不过是他的附庸，而要平定吴三桂，则有战和两策。臣以为，与其倾尽全国兵力与吴三桂决一死战，不如降至招安，对吴三桂复职进爵，而将朝中主张撤藩的明珠周培公贬为庶民，永世不得为官。或者断然将他们二人问斩，臣愿意带着他们的首级前去云南，说服吴三桂来降，化兵革为玉帛呀。可是连吴三桂都知道撤藩是朕的主意啊。皇上，此举不过是向他表明朝廷招安之诚意，给吴三桂一个台阶下。因为吴三桂虽然起兵反清，但他并没有必胜的把握，他只是想世袭云南，占山为王。那么皇上不如把那蛮夷之地封给他，让他世代镇守，那年年给朝廷纳贡称臣就可以啊。可是明珠和周培公都是忠臣呢。哎呀，臣也知道他们俩都是忠臣呢，可是如今半壁江山烽烟四起，为了大清的长治久安，任何臣属都该舍身忘死啊。就是用臣的性命可以换取大清的平安，莫说用臣这一颗脑袋，就是要用臣的全家的53颗脑袋，臣也义无反顾。索额图，你干脆把朕的脑袋送给吴三桂好了。我朕告诉你，朕宁可像明皇朱由检那样吊死在煤山上，也不做偏安之君。索额图啊，你身为国丈，怎么能想出这样的主意来呢？啊！朕知道你同明珠他们不和，但是国难当头，怎么还搞党争？在评判的时候，你们利用评判剪除异己。周培公，出来！他该当何罪？说！
皇上息怒，臣以为左宗棠和明中堂的政见不同，但是左宗棠刚才的评判之策就是为大清着想，是公心而不是私心呐！放屁！放屁！大明朝是怎么亡的？啊？就是上下离心，大搞党争，这刚过了多少年？朕告诉你们，三十年！清也要重蹈覆辙吗？启禀老祖宗，皇后娘娘难产已经三个时辰了，还不见吉祥。用心伺候不就得了吗？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。万不得已时，皇后和皇儿这还用问吗？两个都得给我保住。这慢着啊，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保住皇上的大业非常重要，明白吗？奴才明白了，老祖宗。皇上呢？啊，禀老祖宗，皇上进药之后热度稍退，一见吉祥了。请皇上弃驾承乾宫，让他过来看看皇后，免得留下遗憾不是？再把大阿哥胤禓也带来给他看看。是。是你造成的，一直冷待他，还出宫于色。别说是个娘娘，就是一个民妇，她能受得了吗？都是孙儿的错。你们把皇后的病给朕治好。皇上，娘娘产后见了大红肿啊。废皇上，还有你，废物，都是废物，废物。女儿啊，废物，有什么话就跟皇上说吧。啊，皇上。皇上，你回来了。皇上，我皇上，臣知道娘娘的心思，快说。这
皇上，当前外有三藩反叛，内有逆贼作乱，可谓非常之时。今日皇上又得一阿哥，加上大哥银氏，皇上便有两位皇子。臣叩请皇上在其中选择一位立太子，布告天下，以示大清繁荣昌盛，源远流长。贺舍利，朕给咱们的皇子起了个名字，叫胤禛。皇上叫你呢，快去。皇阿玛，传旨，按祖宗家法坐朝之君，不立太子，当此非常之时。朕为顾国本，决意建储立皇子。胤禛为皇太子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裴公兄，裴公兄，裴公兄，我索额图向你谢罪了。索大人，你看，哎呀，快去快去，索大人，索大人，哎呀，你看，哎，索大人，我昏庸无知啊，谢罪。察哈尔王兵至何处了？禀皇上，察哈尔王昼夜兼程，30000精兵正朝京城开来，距此仅数百里啊。好，但是臣得密报，察哈尔王举兵并非助朝廷剿贼，而是来城乱逼宫的。什么？臣探明无误，察哈尔王确实反了。皇上，现在京城附近已无御敌之兵，盛京的援军短期也难以赶到，京城已是万急，朝廷要赶紧设防啊。出去，出去，快点。最近我军已攻克长沙、九州、越州，众将士神勇，连战连捷，大出老夫预料啊。如今老夫却有些纳闷儿，当年清军入关时，那些雄兵猛将，一日千里的虎狼之师到哪儿去了？还不到30年呢，大清就如此不堪一击了。大清当年是龙，今日是虫啊。世子吴应熊密报，
康熙从察哈尔调兵，察哈尔王却趁势反了，数万援军一眨眼儿成了逼宫之势，京城已是岌岌可危啊！大帅，如今天下大乱，唯有大帅能够顶定乾坤，请大帅速速即位为君。请大帅速速即位为君，君临天下。哎，想当皇帝的人太多了，不光是那个杨启龙，还有耿精忠、尚之信，甚至王辅臣，他们这些人都会暗藏心思。是呀，让他们自命为真龙天子吧，为了一个虚名，这位众矢之的，愚蠢之极。我们暂不取虚名而求其实，先攻取江南半壁，站稳脚跟，立于不败之地，才是万全之策。有人吗？皇上，您喝点药吧。有人吗？那大臣一直在外头候着。叫进来。哎，皇上。叫进来，快去啊。进来吧。皇上，传旨，遣读圣经。皇上，立刻遣读圣经，暂避锋芒，其他的事以后再说。捉索额图、明珠、周培公，还有图海四人，从今往后为辅政大臣，主理朝政。盖主批为蓝批，望你们四人同心同德，不要结党谋私，祸及萧疆。皇上，下去。这。列位大人，皇上病势沉重，心神皆乱，我等万不可乱呐。现在唯一能够挽救危局的，就是太后，我等应速速禀报，请太后懿旨，再行定夺呀。裴公所言极是啊。在下与列位完全一致。叫魏东庭。是。东庭。草诏。奴才在。哎呀。朕。决定退位，且太皇太后垂帘立政。皇上，朕有言在先，如果吴三桂反了，朕情愿引咎退位。现在三藩都反了，连察哈尔也反了，大清半壁江山沦丧，这都是朕的罪过。皇上，这个皇上朕当不了。奴才不，臣宁死不奉诏。十五年前，先帝爷的罪己诏，
就是令尊待你的，你为何不学学令尊魏承默？微臣不是先父，皇上也不要做先帝爷。你这是抗旨啊？好，朕到老祖宗那儿去请罪。苏麻，更衣。皇上，陛下，康熙微服前往逸仙阁，回宫后就闹肚子，急传太医，没多久就怎么了？就口鼻喷血死了。你亲眼瞧见了吗？奴才和几个太监奉命为皇上炼尸，小的冒死从皇师身上偷了一个贴身之宝，您瞧。不错，是康熙之物。紫云姑娘怎么样了？什么紫云？哎，就是逸仙阁阁主紫云姑娘啊。哦，奴才听说康熙就是被这阁主害死的，后来紫云姑娘也被乱刀砍死了。宫内现在情况如何？哎，乱呐，乱得一塌糊涂啊。太后下令关闭九门，密不发丧，以免波及境外啊。陛下，黄靖回来了。传是，请。陛下，吴公子。黄靖啊，认识此人吗？哼，岂能不认识？乾清宫私查小太监小毛子。陛下，此人是康熙的卧底眼线。你胡说，你才是康熙的卧底。奴才早就是陛下爷的三品侍郎了，陛下亲自把奴才安在宫里做眼线的。陛下，奴才亲眼所见，就是小毛子把官军引到逸仙阁的。陛下爷，这狗娘养的血口喷人呐，请陛下明察。住口！你们二人侍中时间，我自有胜断。我现在要闹清楚，康熙到底死了没有？黄靖，你说。陛下。奴才好不容易把康熙引到逸仙阁，交给了紫云姑娘。奴才在外面等候动静，后来怎么了？后来卫东亭就带着侍卫们赶来了。是小毛子把他们带来的。我再问你一遍，康熙死了没有？奴才不知道。你没有回宫打探？奴才一直在逃命啊。陛下，小毛子以我老娘的性命担保，康熙死了。奴才如有半句虚言，愿天雷劈了，地母吞了，乌龟王八把奴才分吃了。啊，陛下别信他，小毛子是奸细，是奸细啊。你才是奸细，你是奸细。陛下，探子来报，皇宫九门紧闭，禁止出入，如临大敌。为什么？探子冒死爬上钟楼，远远瞧见了三宫九院文武百官都大乱了，那乾清宫正在沮丧，孝衣白帆铺天盖地。康熙死了！康熙死了！康熙死了！啊！菩萨保佑我！菩萨保佑我！菩萨保佑我！来人，把他们俩押下去。
是啊，陛下，陛下，小猫子是奸细，猫子是奸细啊，小猫子是奸细啊，陛下，猫子是奸细，今天晚上，宫内太监与宫外伏兵同时举事，夺取进宫，诛杀太后，还有百官。明日，陛下可重登大宝，号令天下，改朝换代了。